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感觉天要酸，抬头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你怎么可以这样，笑容大了太阳，甚至比我还要不好看。要去的不得了，好棒，那我们来欣赏一下吧。无语啊。完蛋了，我不能跟你太熟，我们两个会玩疯，会歪掉。原创周深最新节目路透来了，9月10号周深在山西参加央视中国民歌盛典节目录制，彩排歌曲《谷雨天》一遍过，四大节目正式播出。一句话，周深的舞台 live 现场一下子期待周深唱民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让我们一起祝福红色经典在剧院焕发新生。能不能下两个导演在观众席两侧带领一下我们的观众呼吁那个林博啊，然后要很积极啊，我们观众要注意一下两侧，我们呼吁两个导演带领。20239月10号，周深个人代表作《花开忘忧》一周岁生日快乐，也祝贺《花开忘忧》再度重回有你榜冠军的位置。这是《花开忘忧》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圆满。这首歌曲共计13次登顶，连续9连冠，再次发行一周年重回巅峰，势头依然很猛，可喜可贺。周深曾说，身为一个歌手，绝不想像上班一样去唱歌，这是一种消耗。周深希望自己能尝试所有的音乐类型，以便能始终保持对唱歌的喜爱，所以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东西。在音综舞台2023第7期节目中，周深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挑战着挑战着，风格就会越来越多，不停的试才会有更多可能，青春就是要不停的试，不要为了赢而把自己圈住。央视网文余官微转发了周深的这段话，可见对其的认可。到现在就是我录舞台2023录的越来越多，就会一直出现的问题，那你到底是要赢当下这一场游戏，还是你想要为自己去赢一个可能以后更长的路？我们的舞台歌手们每次都会对着800位支持团嘛，但是他仅仅也只是800位，他们会去通过我要去做什么样的表演去让支持团的反响更大，所以我会害怕他们会逐渐自己给自己缩圈。你青春就是要不停的试，你会不会挑战着挑战着挑战着，你的风格才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你不去试的话，很难再去找到一个舞台让你去试。其实这段话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臆想而出的，它是周深一路摸爬滚打过来亲身探索出的真理。就比如他唱粤语歌《弯》，虽然嘴上说着很难唱，却私下下了很大的苦功去练习粤语，去练习歌的演唱，所以才会在那场大湾区音乐会上大放异彩。就连六公主都说，可他是周深啊。周深在专访中说，自己很感谢当年前辈们愿意跟自己分享经验，作为半个过来人，他也愿意告诉选手唱歌是怎样一回事，帮他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因为淋过雨，所以更想帮别人打伞，他知道这条路的辛苦和辛酸，所以他也愿意把自己一路而来探索出来的经验心得无私无偿地分享给需要的人。
就是周深。一路走来，周深不仅发布过数百首原唱歌曲，还有为数不少的担任制作人的歌曲，这意味着他不仅在声乐技术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道路，而且在音乐制作领域也收获颇丰。正如他出道初期牢记前辈告诉他的那六字，知轻重大而整，道与术的统一，在他对待音乐的态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这么说，周深做到了极致努力，拥有顶级的天赋，还拥有坚韧的意志，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还在持续的进步，包括他的音乐素养、形体管理和内在自我的修炼。任何人但凡有他这样的努力和态度，都很难不成功。周深一个踩着玻璃一路披荆斩棘前行，时刻在准备着的璀璨冒险人，这样势不可挡的人格魅力，试问有正常审美的人，谁能不被折服呢？成一颗心。